这个时候啊，当你下载好虾皮购物之后，就会出现这个虾皮购物的这个桌面在这边了。点进去之后呢，这个就是，先等一下哦，网络有点慢。到这个地方呢，这边有个横条，好不好？看更多免运的店家这里，怎么去找到朝圣呢？在这个地方点一下之后呢，他就会进到这个看更多什么免运店家这搜寻栏地方，在这个搜寻栏这里输入朝圣吃，等一下哦，输入朝圣吃凹，朝是三点水的朝，然后再神圣的圣，好，输入朝圣之后就会出现这两个。那我当然我们是第二个啦，朝圣的南传佛牌心灵分享园区，点进去这里，点进去之后呢，就会到朝圣的首页，在这个地方有个关注，好，先按一下关注，按一下，好，那以后啊，以后就算你要找朝圣要怎么找，好，我现在点进去到这个地方，那个关注按了对不对？以后如果你要看朝圣在虾皮哪里的话。这时候啊，你只要点进来虾皮这地方，这边有个我的，点一下，好，这边有没有看到这有个关注中？这边有关注中在这里，有没有关注中这一个？就点这个关注中点进去，哎，点错了，这个关注中点进去，对，好，这时候就出现我们的，有没有朝圣的南传佛牌心灵分享园区？好，点进去。好，就会到朝圣的这个虾皮卖场这个地方了。好，那如果要看就是朝圣有什么样的商品的话，在这地方有个商品的页面，点商品，点进去。好，目前就这两个。好，你其他的都售完了。那这边有个舒泰式的浴佛，好，假设我要买这个好了，假设我要买这个，我就点进去。好，点进去之后呢，就可以看到这边有照片，可以去滑，可以看。好，可以看，然后下面有介绍，好，甚至这边有颜色啊、尺寸啊等等的，好，这边有介绍，这边有个查看更多，就是可以再往下按一下，有更多可以看。好，在你确定完要请供这一个浴佛的时候，这个直接购买，点直接购买，点进去，直接购买。好，这个比较特别哈，会问你要哪个款的。假设我要男生好了，假设我要男生款的，我就点男生，点进去之后，这边有个直接购买就亮起来了，有没有？就亮起来，然后按下直接购买。好，这时候就跳到购物车这个栏里面了。好，这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去看，你就可以看是不是我要的。好，是我要的，900块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边有个去买单，有没有看到这个？去买单，点进去，点去买单，点进去之后呢，就会到这个栏位了。这时候第一个选择的地方是寄送方式，这里，好，这里可以选择的寄送方式有，你要 7-Eleven 的寄送，还是莱尔富寄送，还是全家，还是黑猫宅急便？OK，你可以去选择你要的寄送方式。那比如说，如果我要 7-Eleven 的寄送，好了，我要 7-Eleven 寄送，我要店到店的，那我就勾 7-Eleven 店到店的寄送。OK，那在这里退出来。好，假设我确定我要 7 的寄送喽。好，那我就退出来。退出来呢，然后这里有个付款方式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付款方式，我一样，这里我请选择付款方式嘛，我就点进去。那我可以用虾皮钱包啊，货到付款、银行转账，就看你要哪一个。比如说我要货到付款，那我就点货到付款。哦，比如说我要货到付款，哦，因为我的地址无法使用货到付款，所以我必须要先勾一个出来。比如说寄送方式，这里要先选择有没有新增 7-Eleven 门市，那我就先新增一个门市。好，然后输入姓名、手机号码，然后选择门市。OK，好，比如说姓名，好，先输入我的。好，然后输入我的。手机号码，
这个蛮多人都有看过我的手机号码哦。然后再选择门市，好，我先新增哦。你要看离你家比较近的是哪一个门市，比如说离我家比较近的是新旭生门市，那我就先输入新旭生。好，就出来新旭生门市，这是离我家比较近的。好，点它，来问我说是不是确定这个门市？哦，确定门市有没有？确定，按确定。然后同意，这里按同意。好，然后接下来确定门市。好的，这边有个储存，记得按下储存哦。好，那就是这个门市啊，所以我就选这个门市。OK， 它已经勾起来，那我就在这地方按确认。按下去之后呢，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就可以选择付款方式啦。好，因为我刚有选好 7-11 的嘛，所以这边就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方式，可以选择货到付款，然后按确认。好，这时候按好还没有代表还没成功哦，这有个结账，然后按下结账之后呢，就成功了。OK 吗？按下结账成功了。那当然这个是我自己啊，那自己对自己下标太好笑了，所以我就先把它取消咯。先等一下哦。编辑删除。是。好。那我们就再回来做一次齁。快一点的就是一个 run 把它 run 完。比如说我先到虾皮购物。好。网络有点慢，这样好。然后进来之后呢，到我的这里，这个地方我的，然后这有个关注中，关注中，点一下关注中，点进去。好，因为你刚刚关注过了嘛，然后就点进来就我的卖场了。好，商品点进去。好，这时候假设我要这个大鹏金翅鸟，我就点进去。因为我刚刚已经设定过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直接购买就好了。好，直接购买。好，然后就到购物车这地方来啦。好，这个是不是你要的？1500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去买单，这个去买单，按去买单。哎，因为我刚前面有设定过了，前面有设定过了，所以有没有发现这寄送方式已经出现了？新旭生门市，对，在这边我就不用理他啦。好，然后接下来付款方式，我就可以选择我要的付款方式。假设我要货到付款，就到 7 才付款，我就在这里勾选货到付款，然后这有个确认，按确认。好，都搞定了，有没有？寄到这个地方，然后接下来货到付款，然后按结账。这样子呢，我就会收到说你下了这个东西，我就会赶快寄送到你那边。等到你收到货的时候，再付款给 7-11 就可以咯。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，再随时跟我说。以上是虾皮的一个下单方式跟关注朝圣的一个方式，这样。